你好，你不是宋欣啊？箱子，我找了你20年，趁着你夫人不注意的时候，金夜人，我们已经是不相干的人。老板，他对于你们节目的内容，他觉得应该延长为2个小时，而且赶快带票。哥，输你80左右。他中马小友，就算你不想见到我，我们还是会碰面。我听刚刚那个啦，听这种电台节目的人啊，都是弱智在听。那么聪明的人都跟你讲了一样的话，你也许弱智。宋欣不在，你是哪位？他啊，不知道哎。想你也猜不到。你怎么会接宋欣的电话呢？王议员。害死我呀你！老记忆中，你都会再活下去。和永不变的爱，那个王怡恩，你把我害惨了，你让我先去睡着。这不见了。陈天关在笼子里，永远不会见识到天地的广阔和美丽。做只自由飞翔的鸟儿吧。梦里是谁的香味？提醒是。
一定有什么原因，让我从不可自拔的喜欢你，虽然现在就在我身边，一到明天，这一切都粉碎。我还是只能靠记忆中你的味道活下去。真俊，美珍，美珍，对不起，我拨错了。是香芝，电话挂了。为什么要接我的电话？我忘了是在你家。喂，你好。是我，有没有吵到你？没有，我已经起床了。我刚刚大概把美珍吵醒了，明明想着你，却好像拨了美珍家电话，居然忘了自己家的电话，你是怎么了？没有事，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这么多年来，你第一次需要我。哦，对，今天会去看你妈妈。他说他选了几个结婚的好日子。我妈真的比我还想嫁给你呢。没什么事，我用阿姨家的电话，还是不要讲太久比较好。香芝，我很想你。我也是。我们到此为止，我不能这样继续下去。如果我绝对不会破坏你们呢？香芝绝对不能发现。香芝不会的，他曾经跟我说过，要维系感情，凡事就不能太追究。那是因为他聪明，他了解经历不同的女人，就像看着人生不同的风景，给我不同的灵感，那是我最好的创作来源。所以香芝他从来不过问。所以你还担心什么？因为他宽容，我更不能过分。哼，你在替自己找理由。我有我的原则，我不会和香芝以外的女人维持长久的关系。如果只是一阵子呢？一阵子也不行。我知道，你应该不会想让香芝发现你引诱过他的好朋友吧？
怎么会是这样的人？狗狗，不要吵了啦！在想哪里可以找到箱子？那你就帮我打个电话嘛，快点快！不行啊，以前那个人，我好不容易经过冷冻处理，他还离我远远的。是你自己要跟他交换电话，自己挖个洞往里面跳就算了，连我一起拉进去怎样？人难免会犯错嘛，而且那种生病哎，根本神志不清好不好？你以为我想？嗯，是吗？看你啊，是闻到性感女医身上的斐洛蒙吧？告诉你啊，色字头上一把刀，小心引来杀身之祸。我怕什么？他那么爱你，要杀先杀你。我呸！好啦，你帮我打一下啦，快点啊！喂，宋清啊，我现在有病人呢，我再打给你哈。陈天哥哥。在忙，你说你说啊，嗯，在哪里呀？好啊好啊。你们可以去吃饭了。那你呢？我的朋友在那边等，不用担心我。啊。辛苦了，谢谢大爷，拜拜，拜拜。谢谢啊。那除了宋欣，你没想过要交其他男朋友吧？嗯。那就要信任他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就是又气又怕。有什么好害怕的？我很后悔到台北来，如果还在汉城，我有工作，有家。来台北才几天，我发现宋欣根本没时间照顾我，而我所有的时间除了等他，还是等他。他爸爸又反对我们在一起。清友，你想想，这几年宋欣一直自己在面对家族的压力，既然他坚持要你到台湾来，表示他真的有心解决问题，你应该要努力的帮他，而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。我懂，祥芝，我好羡慕你，你跟程俊一点问题都没有。那是因为很多事情我不想追根究底，不然为什么到现在我都不敢跟他结婚？我以为……不要以为。你赶快打电话给宋欣，心情不好赖在这里，只会妨碍我的拍摄进度。电话拿来，我帮你打。
宋心，以后不要再欺欺女人了。她那么哀怨的坐在旁边，我都没办法安心拍片。我哪敢惹她生气啊？要不是因为狗狗，会不会才把她烫手汪怡人交给我？所以现在我就逼她找个汪怡人出来，跟亲友道歉。金承天也在。有什么问题吗？相知，你从来不是个小家子气的人呐。我是害怕会影响到他的情绪。陈学姐，那我就麻烦你跟狗狗说清楚，你就叫死心吧。你知道这几年为了你，他的感情生活都是一片空白。这位是昨天接电话的王姨，崔庆勇。看起来这么老实，难怪也开不起玩笑。你不要想太多啦，宋欣是好人。对不起，还麻烦你出来。我跟宋欣说不用了，他还是要约你。无所谓吧，反正我可以借这个机会跟陈天见面啊。哎，待会我们去唱 KTV， 要不要一起去？陈天。对哦，妈妈上厕所，已经去老半天嘞，不知道在干嘛。陈天。美文啊。香芝不是要跟你一起来吗？嗯。那外面抽烟，我去找他。哎，陈天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坐着等我就好，很快。你知道这几年为了你，他的感情生活都是一片空白。香芝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嗯，我是要出来透透气的，里面好闷呢。嗯，
有听过一种鱼叫做枪极鱼？什么？枪极鱼，一种活化石，四亿年了，所有的古生物该进化都进化了，该绝种就绝种，只有它保持原来的样子。这种鱼的个性一定优柔寡断，生物都应该随着时代演化或绝迹，为什么还要硬要活到现在？我知道他很寂寞，他那些朋友恐龙海龟什么的一个个慢慢都不见了，只剩下他坚持原来的形貌活着。我了解那种孤独的心情。你一定比枪极鱼聪明多了，你知道不应该选择这种方式，不是吗？我知道，这我也没有办法。强大的力量在拉扯着我，我要结婚了。我听说了，可是我预感你不会和陈俊结婚。如果你愿意，明天你可以陪我去拿结婚要用的结婚戒指，好吗？才不会陪你去。又尴尬了，是你问我。一首歌可能隐藏着你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。我的好搭档金晨天今天晚上缺席了，遗憾500年这首歌对他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一首歌。我相信如果此刻他在这里，他就会对着某个人唱出来。如果你愿意，你
明天你可以陪我去拿结婚要用的结婚戒指。然而会陪你去。原来呀，爱是为了你存在，深藏在几时间，早在醒来之前。哦，原来思念走过的每一天，都只是期待着我。早在不能醒来之前，原来时间走过的每一天，都只是期待着我和你相遇的起点。你的脑子里面可不可以装点别的事情？装不了别的，就是装不了别的。香芝，来吃水果。哦，静芝，出来吃水果了。等一下，今天工作那么早就结束了？哦，有个场景没有谈好，改天再拍。那晚上带你跟静芝出去吃晚饭好不好？宋清今天晚上要请客。其实我也不太想去的。宋兴他打算请金老师帮忙庆友在台湾安排工作，庆友叫我一定要陪他去。阿姨，你知道金老师他是？我知道。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啊？我跟金承天很早就认识了。姐，那个金承天很迷你哦。你插什么嘴啊？上次他给我名片的时候，感觉他好兴奋啊。他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恋人，没关系的话，你才不会那么凶。去开门。秦俊哥，你怎么会来呢？你说你很想我，让我更想看到你。刚好这两天下雨，通告取消，我就过来了。建之，你干嘛偷听啊？我可以进去吗？当然。阿姨，안녕하세요。陈俊，昨天呢，我才跟姐姐通了个电话，她好高兴你跟香芝要结婚了呢。等决定了日期，第一件事就是告诉阿姨，你跟建芝一定要来参加哦。当然了，我们家已经有30年没有办喜事了。上面客人到。哎，李阿姨，李阿姨，你坐这边。好，谢谢啊。你坐，李阿姨。狗狗。你坐那个，我坐那边，你就去厨房洗。
天。李阿姨没关系，那闹情绪。哦，这是我的女朋友崔庆林。师母您好，老师好久不见了，这是送您的小礼物。谢谢啊，比学生时代还要漂亮啊。于金老师最欣赏韩国女生的。金，肚子好饿好饿，你聊点意思吧。你人还没到齐。我爸加我加我妈还有谁？你没跟成天说啊？我请香芝一起来，他也很久没看到老师了。哦，香芝。狗，你看，第六十八页介绍 members。庆友啊，听狗狗说你打算在台北常住。宋欣希望我能够留在这里。金伯伯，庆友他呢，原来在韩国一家很有名的艺廊负责展览策划。如果金伯伯那边有相关工作的话，请你帮他留意一下。我看陶艺博物馆那边应该有一些机会，过两天我到那边去，我顺道问一下。谢谢老师。原来申姐叫申巧英啊。对啊，哎狗，你看申姐在杂志上照片，好有女人味哦。爸，我前两天问过申姐，她说她以前是你的学生哎。金木，你也认识申姐啊？好久没见。那天你们在店里相遇，爸，有多久啊？二十年有了吧？是不是？陈天，你爸去过你唱歌的地方啊？不好意思。喂，没事。为什么？哦，好哈，我知道，拜拜。我们还是先上菜好了。香芝她临时有事不能来。她有什么事啊？陈天，把杂志拿来给我看看。我想知道你唱歌的地方到底在哪里。哎，我们还是先上菜吧，好不好？你来才一个星期，居然知道这么特别的地方。朋友带我来的，他说很适合观光客。你也是观光客吗？啊，我想要那种特别的酒，一壶一壶的。是我们的绍兴酒。小姐，后来你没事吧？那位先生主持完节目后来接你，可是却怎么都叫不醒你。那天我喝太多了，今天我会少喝一点。请你先给我那种酒。人家又因为你喝醉酒认识你哦。啊，真是有够丢脸。那天送你回家的是谁？是制片公司的人。写的什么？好多菜我都看不懂了，你要不要看一看这写的是什么菜啊？直接请他们推荐，少吃少喝一点。我是还答应阿姨，要到她店里面坐坐。要去吗？那边人那么多。我喜欢你到台湾出外景，这里的空气让你变得又会想我，又期待两人世界。宋欣，
改天请你爸妈一块去吃铁板烧。好啊，亲友的事过两天我就会处理。黛玉没关系，最主要是让她有事情做。那改天我再把履历表送去给金波波。亲友，如果感觉无聊，就到我的工作室来。谢谢老师。你要跟我一起走吗？不行啊，我们还要去 Memories 代班了。哎，爸，我看你还是赶快走啊，你好把妈给惹毛了。走了。金波再见。走吧。聊被你吵半天了。为什么又去找盛乔英？没有去找他，是爸爸吃饭那一天送陈婷去唱歌，刚好碰到的。后来呢？没有后来。你遇见盛乔英，你们说什么？你们做什么？没说什么，也没做什么。为什么成天知道你们认识啊？老朋友嘛，总要打个招呼。如果不在成天面前打招呼，你才要担心呢。打电话给成天，他们要去那边唱歌。别这样，成天什么都不知道。为小姐点的。哎，小天，今天怎么会是他们呢？我今天没有心情唱代班的 ，Timmy 出国了。不是，我们就是为了看我把这首歌来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唱啊唱啊唱！熟悉陌生的画面，唤醒封印的思念。陈婷，你也来了。这个世界真小，居然还能碰到他们两个。他们两个人相当不错哦，还是我从别家店给高希挖过来的呢。陈俊啊，你难得来，这样子，我带你去后面 VIP 坐一坐。啊，走，走。亲友也在，相知，你在台北一点都不寂寞吗？我们去跟他打招呼。时间不断的延，就这样。
台湾的 pub 里居然还有疯狂歌迷。不是因为 pub， 常听爱宋欣在电台做深夜节目，收听率不错，那些女孩都是听了节目来的。哦，电台的节目主持人，我去叫他们过来。静友，他们总要跟学长打个招呼吧。陈学长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你们两个一点都没变，请坐。学长，今天可能有点不方便，我们还去电台。宋欣，静友，你就先来这边吧，我等电台结束之后再来接你们去。学长，如果之后你还有时间的话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明天我就回去了，我专程来看香芝的。行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不要忘记跟庆友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金承天，你也要来哦。丁姐姐，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去看我哥了，他还好吧？我星期天去看过他，还是原来的样子。你还爱着我哥吗？已经七年了，够了。宋群他不会醒过来的，我们家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这样浪费你的青春。我相信他会醒来，如果他清醒了发现我没有坚持陪着他，他受不了，我也会更遗憾。一个你，一个金承天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对待感情的方式，很多看起来很痛苦的状况，说不定当事人一点也不觉得。没错，我还真的不了解你的心情。这是昌平企划部送来的 sample，已经做了试调，七种香味喜好度都很平均，资料在这里，企划部想请你看一下，也选选看哪一个比较适合目前的市场。我哪知道哪种香味好啊。哎，对了，林姐姐，你帮我打电话去陈天公司，请他下班的时候过来一趟，他鼻子很灵，请他来闻闻看。好。这茶香真好闻。香芝，你的创意进步了，居然想到用气息来解读台北。亚洲的城市都很相近，我不想把它拍成旅游的导览，说不定社长啊他会很不满意呢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创作本来就是很主观的，客户的喜好
一向是社长唯一的指标，他才不管什么创作不创作。结婚后不要再工作。我要工作，只希望工作符合我的理想。那先休息一阵子，看看等找到你喜欢的事情再说。也许后来有了孩子。孩子啊，这些我都还没想过呢。小姐，你已经28岁了。导演，场景跟产业专家都准备好了。好，我马上开始。干嘛？生什么病啊？有必要请假吗？心病，满意了吧？满意，满意。哎，我提醒你啊，你今天晚上电台你要去哦。我不去了，就你自己主持。哥哥，希望我去破坏节目气氛。好啊，如果高大哥不怕我砸他招牌，我就去。那就陪你走到这儿，大家都在等我呢。什么时候回来告诉我时间，我去机场接你。不需要，很烦的。总之打电话给我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宋清，你来了。金波，来坐坐坐。我看金波那么专心，所以不好意思叫你。哦，金波，这是亲友的履历表。亲友没有跟你一起来啊？嗯，总公司的外国老板来了，我等一下陪我爸一起陪他去吃饭，所以比较不方便。我想说，改天再专程带亲友过来这边拜访金波波。听陈天说。宋总裁不太赞成你俩在一起。都怪我大嘴巴，因为亲友父亲曾经是个政治犯，坐过10年的牢。我也很老实的跟我爸爸说了，从此以后，我爸就极力反对我跟亲友交往。找个机会，我帮你劝劝你爸爸。算了，经过劝了也没用。那你怎么办？跟他耗啊。我哥现在都那个样子，如果我爸他想抱孙子的话，就靠我了。我等他投降。那么痛苦啊？也还好啊。你看，每次一想到狗狗，就觉得这人生还蛮公平的。他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好爸爸，所以他相对的感情方面就会比较弱势。爸爸再怎样，也不能代替情人。真的，狗狗最近真的很惨。轻量级的选手去打重量级的比赛，重伤。他怎么了？哎，金波，你这个地方不错啊，为什么才这个时间就没有人了？我这里本来人就不多，到下午都是我一个人做做作品、看看书什么的。哦，金波，你帮我的忙，那我们就再帮陈天一次了。帮成天，我跟你说，改天呢，我可以约亲友出来。香芝，这茶好香哦。前天去拍片，老板送的。那家茶行感觉不错，用的还是你金老师做的茶碗呢。我们这个碗也是金老师做的哦。嗯。是成天送给宋欣的。香芝，宋欣说成天已经2天没出门了。哎，
庆友，你是为了说服我才邀我来家里住的吗？不是啦。庆友，一个人可以爱你爱得那么的久，那么的深，谁会不被感动？那为什么你还不断地拒绝他？如果我不拒绝他，情况变得不可收拾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喂，瑟曦。哦，明天晚上你不能陪我啊？那你等一下哦，我问他。香芝，明天晚上你拍不拍啊？大概不会，顺利的话中午就拍完了。我要到金老师的工作室。宋欣说他有事，所以不能陪我。你可以陪我去吗？好。他说好。OK， 晚安喽。我真不敢相信，以前你没有学过，做得真好啊！老师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啊？再把叶子照你希望的样子放好，对，然后轻轻地赶扎。对。老师，你是怎么认识我阿姨的？上课也是陶艺课，你不知道她是做陶的高手啊？从来没听她提起过，不过阿姨到现在还是很喜欢看陶艺展览哦。哦，像是那样子的展览，她是一定不会错过的。大傍晚回到台北，你到我工作室等我啊，我有事跟你谈。好，再见。这个学生啊，艺术天分很高，又有几年在汉城策展经验。如果光是在我工作室教学生啊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之中有你背书，那当然没问题了。而且我们正要准备一系列的高丽青瓷的研究，我正愁找不到又懂韩文又懂陶瓷的研究员呢。那我就安排时间带庆来见你，越快越好啊。哎，你不急着走吧？不急。那这样，我还有一批客人要招呼，你先去看个展览。等我送客之后呢，我们喝两杯，你再回去。好啊，好。哎，现在展出的是福建出土的杜豪文茶碗吗？没错。哎，闭馆的时候我在大门口等你啊。我得花点时间看看。
清友呢？清友叫我来找他，我可以在这儿等他吗？上来等。我下午看见的车子大灯没关，一定是电耗光了。乔宇，你坐旁边。啊，出来，出来。没电了。该走了。制片公司的年轻人要请我去喝酒，我答应他们了。我看过你写的纸条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喜欢活在鸟笼。有没有自由并不重要，你呢？不管在哪里，都要记得，这里有一个鸟笼，门永远为你开着。飞累了，随时都可以回来。我想了这几天，如果你不相信我能带给你幸福，就算无止境的付出，会让你更痛苦。一个成熟的男人不应该这样对他深爱。陈天，不要再说了。熄火啦！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做事心不在焉。个性要改很难。谢谢你，我要先回去。乔英。